非常荣幸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那个 DF Robot。 那么DF Robot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 Dream of Factory。 Dream Factory 就是希望能够造一个机器人的梦工厂。那么现在我们是 Drive the Future， 我们希望能够驱动未来。那么我们 DF Robot 是一家专注于服务全球创客的生态平台。你们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打断我。没关系。那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 DF Robot 下面有大概这样的一些产品，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平台。在我们在这边有我们的 DF 的在线创客社区。这个在线创客社区是我们全国最活跃的这样的一个创客社区。我们大概有2-3万的这样的一个会员，注册会员。然后有每天有大概10-20个的这样的一个贴子正在发布。然后我们有线下的创客空间。目前我们现在在上海有2家这个创客空间，一家在我们浦东，一家在杨浦。那个在浦东的话，稍后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在杨浦的那个的话，是在 Inno Space 的地下2层楼那边。Inno Space。在创智天地，就是在我们举办创客嘉年华的地方。就我们昨天举办创客嘉年华的地方。在这个我们也有另外的一家创客嘉年华。然后我们有一个活动品牌叫创客嘉年华。然后呢我们有我们的硬件产品。我们的硬件产品稍后会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我们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教程课程。这个是配合我们的这个创客教育来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工作。那么我们的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客户群体是这样的。下面是 To Be Maker。 是小白零基础完全不懂的。然后在这一边呢是我们的创客，他们有一定的基础，他们能够自己根据这个教程来做一些东西。那么在这最顶端是我们的这个超级创客，也就像我们塔卡苏这样的一个非常厉害的这样的一个创客。那么我们服务的对象是从小白到创客到甚至到专业级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创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们不断的在通过我们的社区，通过我们的产品，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ecosystem 来进行一个升级。然后会产生他们的逐渐的这个能力的提升。那然后我们的这个超级的这个非常厉害的专业的创客，他们能够反过来提供给我们这些小白和普通的创客一些产品。那么我们认为我们的创客是哪些呢？是我们的工程师、DIY 爱好者、我们的创客教育者、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研发中心以及我们的学生，这些都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些面向的对象。那么我们和全球的这个最领先的这些单位有相关的这些合作。比如说 Microsoft， 比如说 Intel， NASA， Arduino 这些，我们都是一个合作的关系。那么像 Arduino， 我们是他在中国的代理商。然后在这个叫这个树莓派，我们也是他的这个相关的分销商。当然就说接下来我们和这个上海纽约大学这些大学都是一些非常紧密的一个合作的关系。OK，
那么我们是打造了这样的一个从线上到线下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生态系统。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们的社区是一个非常高产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在这里我非常的自豪，我们的这个创客社区是真的是就是说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在这边，稍后我可以就说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样的网页是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post 在上面。然后呢，我们的魔鬼创客空间非常有幸的成为就是说第一批我们国家级的这样的一个企业这个众创空间是受到了这个整个国家的一个认可的。然后我们的创客嘉年华，你们昨天应该也看到了，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这样的一个聚会我们已经成功的举办了6届了，然后每一届我们都邀请了起码150家以上的这个创客及其在相关的单位。ちょっと追加で説明すると、マッシュルームクラウドメーカースペースが日本のメーカースペースとだいぶ違うのって、中国のメーカースペースってほぼ 100% インキュベーターがくっついてて、お金が集まることが多いんですよね、そこにいる方が。简单说一下，就是说可能这个创客空间跟日本的创客空间稍微有一些区别，就说创客空间实际上很多实质上是为了就是不一样的在日本呢，所以正如唐大叔刚说的是我想到斗鱼，对，我们的创客空间确实在国内有很多的创客空间就是变成了一个创业 innovation 这样的一个地方，或者变成了一个 incubate 孵化器，但我们魔鬼创客间创客空间还是坚持说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初心因为我觉得我创客精神最重要的就是还是要去动手做东西动手做东西，对，要把自己的手弄脏，对，如果你的手是干净的，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制造任何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去培养匠人精神的。綺麗な手は何でもできないです。OK， 所以这边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创客社区ソーシャルです。对，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页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社区里面，对，有非常多的项目，我们在这边会进行一些有趣项目的一个推荐那个网址是www.dfrobot.com.cn dfrobot.cn cn 对那点 com.cn 都 com.cn 那个，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板块对，那困难的ありますね。对，我们有非常多的板块在这里这些是我们一些精选的项目，或者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些代表的な項目なんですけど然后像自动云台自动的回れる360度カメラ用の回れる然后这个是空气净化器空气净化器，然后自行车指示灯自行车，然后它可以指示你晚上骑行的时候指示方向你转弯的方向然后一个超声波控制的一个超音版哦控制器控制的一个这个是啥网too much， 太多了，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很困惑了对，所以有非常多非常多
对对对对对对，这这是上次他来参加我们创客嘉年华来进行的一个表演。倉本さんの先輩です。啊，东西他的那个前辈，啊，他的学长应该是。啊，我们非常崇拜他。对，我们，对，我们非常崇拜他，这个相当的厉害，这个。没有想到一个工程师可以变得如此的艺术。啊，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就是创客的另外的一种境界吧。嗯，所以我也是非常的非常的仰慕他，仰慕他。嗯，如果能见到他的话，带去我最诚挚的这个祝福啊和这个敬仰。尊敬したい、そういうまた心からの敬意を伝わってください。今度あるの？あ、なんか個展があるそうです。ああ、そうなんだ。会います。今度彼の展示が東京であるので、また会うと思うので。他之后肯定还会见到那个谁的，他会在附近活动的。就要把我的问候带给他，谢谢。私の敬意また挨拶。谢谢谢谢。心からの敬意を伝わってください。就告诉他这个上海 Deaf Robot 的夏青。的 Rockets 非常想念，并且希望能够再次和他合作。对对对对。见过啊，まあこれまた会いたいですね。また一緒に連携したいですね。期待他的下一次的再次的表演。いら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啊，然后呢，我们和我们的这个无线电出版社。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合作啊，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素材啊，出了非常多的一些书啊，然后我们这些有非常多的一些书啊，稍后那个Christy 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书给到大家可以看一下。嗯然后我们的蘑菇云创作空间啊，我们稍后我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它的占地大概是300平方米。300平方米，然后我们已经连续举行了，就是说我们每周都会有开放夜啊，每周四对啊 ，open night 啊 ，open night 哦 ，open night yeah。每晚上会对晚上就是因为我们是会员制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对像一个俱乐部一样的，所以我们会在周四晚上开放，就是对对对，然后我们目前为止大概有200多名，其实是不止啊，对，其实不止，因为这写这个 PPT 的时候大概是在对。所以应该现在差不多有250到280左右的会员。今会员数は250人か250人。对，然后我们每年会有各种各样的创客来做这两百多个创客会一起来制作大概几十个项目。一緒に何十のプロ我们会参加各种各样的 hackathon， 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会获得比较多的一些奖项。然后对我们也支持了大概3个创业的一个项目，对。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有一些开放分享区，我们有一些这个非常好的工作区域，然后会有一些非常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对，我们还提供了一些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工具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就是说在一个非常条件非常好的地方大家的这个想法能够互相的碰撞，互相的这个撞击然后产生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火花，但是这个火花很容易会被消失掉，因为大家如果只是说只是想的话，它非常容易消失掉。那么如果边上正好说是有那么一些易燃的东西，那么它就容易燃烧起来，所以我们提供了这些工具能够让他们在做完这些想法迸发出来之后，能够马上去利用这些工具就把这些东西给做出来。那么有了这些实物，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去进行检讨，来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升级更新，对，这样就会能够有一个非常棒的作品出来。对，所以我们组织了这些
会员，所以我们的会员就通过这样的一个环境、嗯、做了一些想法，把他们做出来，并且参加了我们的一些比赛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其实是我们创客就我们蘑菇云最早的时候，在一个非常简陋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这个是我们最早的这样的一个蘑菇云空间的一个地方啊，对，大概只有五十几平米吧，对，那个时候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是我们中美创客文。创客中美青年创客大赛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现场。これは中国とアメリカ両方のメーカーのコンテストの場面です。对。メキメキ？違うか。メキメキじゃない。メキメキ。違うか。他们在看的是什么东西 ？Yeah, maybe, maybe, maybe. 因为在我们这里，我们有非常多的硬件，所以包括啊，觉得包括 Make Make。ママと思って、エリック似てるよね。多分ね学生だと思うんだよね。学生だと思うんだよね。I think that they are students from US, right? Okay. 好的，然后创客嘉年华，我相信大家已经参与进去，并已经了解了。那这个是六届。今も6回です。所以这个就我们已经在各个地区都有。中国各地で北京、武汉、南京、大连、成都、重庆、重慶など各种授权的这样的一个创客嘉年华已经在各地进行一个举办。那么相信大家也看到我们这个虽然昨天是在下雨，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人员参与。大家对这种创新还有创客的这个东西都非常的感兴趣。知りたいんですけれども、参加者の人たちってメーカーカーニバルをやってるとかいうことはどうやって知るんですか？他们是怎么知道咱们这个创客嘉年华然后来参加的呢？是这样的，我们有通过微信、微博然后各种各样的网络的媒体除了网络媒体，还有我们一些线下的纸媒我也去纸媒来进行一个宣传。对，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传统。对，我们都是在十月的第二周来举办这样的一个创客嘉年华。あとその説明にあったように3万人のオンラインコミュニティがあるんだったら、そこの面々がまあ出展しますよね。多分ね。だから私たちはウェブサイトだけ見て、情報がほとんど逆にウェブサイトなくて、どうやって知るかですね。そしたら裏に見えてないコミュニティの方にあるんだと思う。多分。所以会有，而且我们也因为我们会邀请各地的创客参与。所以有名的メーカーも誘ってますので。对，所以他也会告诉他们周边的这些朋友、亲友这样的话他们也会跟着过来。对。所以就全国各地，这次非常感谢，就是大家从全世界赶过来，我们非常的荣幸，也是觉得这个就说深受感动。谢谢。中国のイベント、大体僕が知る情報の知り方と中国人の情報の知り方全然別なので、行ってみないと分かんないと僕はいつも思っています。I often went to many of event, technology event in China, and official website is so few information, and also most even in English, but in the attendees event, theover 1,000 people incoming here, and sometimes it's a very rich website and many information, but actually nobody in here. 因为像 MakeFair 这些比的，他们会有一些就是说政府的支持，而我们全部都是我们自己来做的。政府関係はないです。私も WeChat 始めてまだ数ヶ月なので。所以就是说，从这一点上来说，口碑的传播可能是我们更重要的一个传播。Yes.Maybe usual too. If I'm most way of the find event is a social network with my friends. Yeah.
非常感谢我们高橋也帮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宣传。啊，然后。まあ僕 WeChat フレンド1500円いますからね。すごい。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创客嘉年华也因为有我们这些大咖，比如说像阿本老师啊，那个高橋的老师，像啊 ，Mitch Altman yes。马修班子，马修班子大，板子大叔，板子大叔，对，他们的到来都会让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活动增色不少。然后我们也做了这个一个创客大篷车，这个是我们首，对，创客大篷车。对，创客大篷车是我们首创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带着我们的这些创客的作品。Yes, I saw that bus at the Shenzhen, 2014. Yes, 15.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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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从上海，然后是常州、天津、北京、延庆，然后武汉、西安，然后是东莞、深圳。对，然后在最后在深圳参加了 Make Fair。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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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aw, we met each other at Make Fair at 2015, 2 years ago. 所以我们组织的这个是我们首次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接下来就说这个大篷车就在整个全中国在这样的一个跑，传播我们这样的一个创客文化。这个是我们大篷车的一些项目，然后每到一处地方，我们会通过大篷车的形式，把我们魔鬼创客空间的这个开放业的形式展现给大家。まあこれいろんなやり方で皆さんに宣伝し、まあ参加体験してもらうようにしています。OK, 这个就是我们孵化的这个三个项目。我々が孵化した、まあ出来上がった、まあ。やあ、ラテパタ。This is my overlord.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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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 also loving that dream maker, 3D printer. 这台 3D 打印机是我和我的团队一起合作来做了这样的一个Delta 结构的 3D 打印机。这个是当年在Kickstarter。在 Kickstarter 上面进这个众筹当年应该是全中国总筹款额最高的这样的一个项目。Yeah, very famous in Southeast Asia. I saw the many of dream maker in some maker space in Southeast Asia. Wow, cool. Thank you. And 这个 Vortex 是我们的一款机器人是一款那个智能玩具机器人。おもちゃおロボットなんです。然后 Lucky Panda 是我们这个一个单板的。基于 Windows 的这样的一个单板电脑，对，对。Windows 和 Arduino 是同一board上乗ってるんですよ。然后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就是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创客社区，然后在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海外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分销商遍布全世界。对，我们有300多家的国外分销商，有全球60个国家，我们都有相关的分销商在这边。对，有成百万的这样的一个客户重复的在购买的。对，本州がない。对，所以我们希望これは未来の時代だ。要回头看看就看。你们故意这样的是吧？之前故意这样的是吧？对，没有。发展东京啊？没有，确实没有。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可能还是因为就是语言上的一些主要是一些语言上的一些障碍吧。对，而且还可能和就是说日本市场本身的一个特点有相关的一些关系。对，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能够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互动，能够更好的就是说让我们日本市场和我们这个有更好的。日本市场と連携できればと思っています。没画日本啊？有。那个没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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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不够吗？不够，
いやいやいや。没有，没有。Sorry. I think only the Beihaido Okinawa, that's all. Beihaido. Sorry. SKU って製品ですよね。You mean the over 1000 product. Not a lot number. Not a MOQ. SKU means a product line. Each SKU is one kind of a product. Yes, yes, like Latte Panda, Arduino,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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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1000 over. Okay. 所以我们大概会有这样一系列的这个开源硬件产品线，然后我们的这些产品线都会有对应的一些人群，小白，太小了，对，像我们最著名的是我们的 Gravity 产品线，我们是传感器的系列，对，然后我们 Romeo 的是我们的机器人控制，Motor Driver，对。然后我们 Beetle 的话是一个小drone，装着できる。いや、多分ね、それは、いや、Beetle は多分ドローンだと思うんだけど。あ、違うな。ごめん、それ Wearable。UIM是超声波。好，这是我们的 Romeo 系列。这是机器人的，是吧？机器人的，对，这个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这个一些系列。Romeo 是首块基于 Arduino 的机器人应用主板，是非常非常早期的一个作品。就当年 Arduino 还没有这个机器人这个驱动集成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板子的时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块板子，然后 Arduino 看到以后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帮他们就说在机器人的领域里面进行了一个扩展。然后接下来我们有了一些集成蓝牙的Romeo Bruno，然后再有小型化的这个Bruno Romeo Mini，然后这个是给爱迪生做的这个给爱迪生做的 Romeo 的这样的。爱迪生是英特尔的。Edison。Edison is gone already. Edison 已经停产了。Yes. 这个是我们的 Bruno 系列。Bruno 系列是一款基于蓝牙 4.0 的这样的一个蓝牙 4.0 的这样的一块 Arduino 版，我们是集成了这个蓝牙 4.0。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手机上通过我们的手机蓝牙来定型通讯然后这次是它的一个小型的 Beetle， 就こなしっぽいもの Beetle可穿戴的这样的一个蓝牙设备，所以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些可穿戴的这个有趣的应用，然后可以用手机来进行一个控制，然后这种像BLE
link， 它是可以直接 attach 在这个 XB 接口上的这种。XB のボードから接つなげる。Zig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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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ket。是它端子。然后是我们的非常那个深系的这个传感器系列，传感器系列我们开发了基于三 pin 的这样的一个传感器，对，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注意到，就是说我们用了这样的一个三 pin 的话啊，是可以和工业上的这个传感器，就是三针的意思，是吗？三针，对对对对，三针的这样的一个传感器，然后是可以 same style connector。これはグルーブと互換性はあるんですか？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ない。グルーブとは違う。三ピンだったらね。三ピン。あ、三ピン。different from the groove from seed. Yeah, the groove is four pin. Yes, groove is four pin. This is four pin. Yeah, but the hour is three pin. Because we believe that 在工业上用三针的会非常的多，所以创客们如果在用完我们的这些传感器之后，他们可以非常迅速的或者说非常方便的去使用这些工业上的这些传感器，他们是能够很好的来重用这些代码或者说是这些接口，所以他们能够有更大的扩展性。在 iPhone C 和 SPI 的话，我们有特殊的，就是说做了特殊的这个转接，做了特殊，但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主要是一些模拟或者是数字的，在这个 SPI 和iPhone C 的东西上，我们还是做了一些类似于面包线的这样的一些设计。面包线的是就是那个就那电路板的那个对对对对那个对，就是说所以他明白了，我没明白。因为阿北老师是不懂技术的，对，所以这个技术的东西其实都是通用的。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机器人，机器人平台。那么我们机器人平台是应该是国内做的比较早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ロボット関係は中国では早めにやった因为机器人平台它主要是提供给我们学校或者说是我们一些研究的这个大学研究的这样东西。我想重点讲一下我们的 HCR， 因为其他这些东西都比较的常见，因为销量就说HCR 是其实是在我们公司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做的一个开源项目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是Ricky 当年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我们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他成立了一个小的这个机器人爱好的小组，然后我们在讨论这个机器人的时候就觉得没有一个真正的实物其实是没有办法讨论下去的，于是我们就征集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做一个叫 Home Care Robot 的项目。对，然后我们基于这样的东西进行了一个开放的讨论，然后我们在论坛上讨论了各种各样的一个细节，包括电池的选择、轮型的选择、轮径的大小传感器的选择主控器的选择，对，所以的这些细节都是在这个论坛上开放的进行讨论的。对，然后这款机器人的第一代我们是通过众筹的方式来进行的，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就在众筹呢，你是对在其实在 Kickstarter 之前，在 Indiegogo 之前，因为当时我们说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对，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做出来，然后大家说工厂说你必须要有一定的量，我们才能帮你生产，于是我们通过众筹的方式，我们每个人出了一点钱，然后就把这些东西做出来，然后由我来分发给
分发给每个出钱的人做出来的这个即时平台，所以这个是我知道的这个国内最早用众筹的方式做的机器人，这个还是蛮自豪的。那现在这个机器人已经在全世界的各个大学里面它都有都有这个在使用。据说 MIT 的一个机器人课程就是用它来做平台，每年的课程都会用到它。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创客教育。创客教育是我们一个最新的一个比较新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线。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创客空间方案。因为我们的蘑菇园创客空间它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学校能够了解到。同时我们发现学生或者说老师他们并没有这个相关的创客教育的这样的一些课程和相关的教具，所以我们提供了这个教学课程和这个套件。同时呢，就是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制作实践类的这样的一些课程以及相关的一个套件。那么待会我带大家去蘑菇云看的时候，应该会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个区域性的教师培训，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在蘑菇云我们蘑菇云能够和这些创客合作然后我们其实是最懂创客的，所以我们能够把教师变成创客，把创客变成教师，这样才能更好的让我们的学生学习到我们的这个创客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创客空间的方案的这样的一个说明。我们把整个的创客空间分为工作培训区、工具区、展示区、收纳区和分享交流区。这样的话，就我们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安全舒适而且放松的可以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見客送客空間の後ろに書いてるファン案っていうのは、法案って書くあれは、マザーボードとかでも使うんですよ。フォーマットとかそういうのを指すんですよ。フォーマットとかガイドラインとかプリンシプルとか、そういうふうに近いような意味です。スタンダードのような。スタンダードでも間違ってない。ソリューショ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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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だから、なんかなんだろう。PCAT 互換機みたいなことをファン案と言うんですよ。例えば、だから、そうです。ボードじゃなくて、でもボードも指すことがあります。だからドローンのファン案とかあるんですよ。PCAT と同じような意味で、スナップドラゴン使ったドローンというファン案もあったりして、だから。我们提供的方案是一个，就是我们推荐的这样的一些工具配置分区的スペックです。だから、何にも知らない学校とかがメーカースペース作りたいというときに、基本言われた通りにしとこうと。なるほど。他就说一些学校如果想做这个，大概给他一个建议嘛。培养というか、そういう基本があれば、そう。因为我相信，就是说每个学校会有它独特的特点，所以它不可能就是用一个非常标准的这个东西来做一个标准的教学。我们希望它是能够根据它自己的一个特点来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改造，或者说是对它的进行一个配置。好，然后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些教学套件在这边我也放在了这个我们的桌上。对，这边是我们的这些教学套件，大家可以这个可以看一下。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Arduino 机器人套件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套件。
啊，是的，就是主题，按照主题的，对对对对，这个是这个是机器人的，这个是 S4A 的。S4A って何ですか ？Scratch for Arduino。へえ、あ、Scratch for Arduino って言うんだ。Scratch for Arduino。Put a special firmware into Arduino, then connect with the serial points and use the scratch to control the Arduino. だけども、ファーマタみたいなやつ使うんで、切り離したら使えない。つまり、スイッチを転送するわけで、常に繋がった状態で。だからなんかなんとなくゲイナーみたいなんですね、イメージして。一般来说，这个应该是给两到三个孩子，对，一起来合作来做。对，这个是这个是就是说我们的一个D3套件，然后它里面是非常齐全的这个主控器、传感器。これはセンサーとかコントローラーとかは揃っているものなんです。一般来说，这个是给我们的这个创客空间，或者说是给一个配备大概5到6套给一个全班20几个的学生来使用。例えば一つのクラス2、3人生徒がいて、だからこれ5、6セットくらい。当然，这个套件就是会比较的，就是说高级一些，所以会给高年级的一些学生使用。高年级是高中啊，还是说是初中？初中到高中，中学生か高校生みたいな。多分ね、あいやね。アルディーノの始め方ってググると、いっぱい本もウェブサイトも出てくるから、それ見てやりたそうなやつからやるの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で、それ見ると、どれ買えとか書いてあるから、その、うん。まあ、日本だったら、スイッチサイエンスさんのスタディーノで始め、アルディーノで始めようキットが、デファクトですけど。まあ、あれそうですね、本も一緒に売ってるから。然后刚才给看到的就是机器人套件，とにかく何でも先にググっ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谢老师开发的。一緒に食事したあの学校の先生謝さんが開発したものはそのロボットの。然后他已经成为这个浙江省的一个。浙江省の精品课程已经是进入了一个代表的なカリキュラムに。选修课程，对，然后逐渐的应该会变成一个他们的逐渐变成一个普遍的一个课程。今後は多分普及していこう。应该就是这本。多分この本と。但有小学版也有。啊，ありがとう。これ小学校向けです。メーカースペース。然后这些就是。ワークショップ。对，这些就是一些基于我们这个创客在这个我们的社区上面的一些小项目，对，做的一些工作坊的一些课程。对。然后还有开发的一些书。一些书，对 ，S4A 啊 ，3D 打印啊 ，3D 拼贴，对对对，这些是和大学出版社一些。大学と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して本も出してます。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课程开展的，对，谢老师的那个。あの夏先生の学校の日曜。アルディの ID で使って、あ、あれですね、アーディブロックス。アンジョブロック。アンジョブロック is made by David Lee. Yes. And David Lee is unfortunately cannot attend the Maker Carnival because he is sick. Oh, sick? Yeah, sick. Very sorry about that. No problem, no problem. OK， 这个是我们的一些教师培训。David Lee ってああいう仕事もしてるんだ。对，然后稍后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已经我们的区域培训已经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有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培训。一开始我们会是对他进行一些基础的这个知识的一个讲解。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对他们进行一些
套件的这样的一个介绍。あとは我々のグッズと、キッズと、まあ、いろんなものを、まあ、セットを説明します。然后我们会进行一个短期的黑客马拉松的这样的一个。黑客。对。黑客马拉松。メーカーソン、メーカーソン、メーカーソン、メーカーソン。就是在短时间内从一个想法到作品这样的一个一个大强度的这样的一个训练。いや、もうメーカーソンでわかる。メーカーソンでわかる。メーカーソンでわかる。はいはい。なんで抵抗を入れてないの？あ、there are why there are no register for current limitation? Yeah, never mind, never mind, because we already do the protection. Oh, great, great, yes. great. Yeah. So don't worry about that. Don't worry about it. Yeah. Yes, yeah, you are right. It's not a very professional one, but it can be handled because we use some.Protection in our board. Yeah, my board has a protection. Too. Okay. Because in this way, they will be very easy to use. Mm-hmm. The students also will just put the LED inside mm-hmm. to test. Mm-hmm. Yeah. If you ask them to put some resistor, mm-hmm. i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Yeah. They will confuse. Mm-hmm. So mm-hmm. We try to let them. Have an interesting first. Then we will tell them, you have to put some resistance to do some. Yeah, that's a better option. Better way. Yeah. Interesting first. The interesting is the first thing. Yes. So make them light. Yeah. Then we do the rest things. Yeah, yes. I agree. Yeah. Okay. 这个是一些教育部门的一些合作。机构との連携です。まあ、トラベルとか、シートリップなんかどうやって連携してるの？你跟这个这个跟携程是怎么合作的？携程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说好像是做一些我们做过一次这个一个叫 make a tour like 啊 make a tour OK。嗯，トラベル，そ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他们能够帮忙，就说做准备旅馆啊什么这些东西会比较方便一些。对。啊，这个猫友会，是非常重要的。Scratch。Scratch。Because Scratch is a cat. Cat friends.ショッピングモールとかにいつもよく一番右側の漢字ついてます。絶対ついてるわけじゃないんだけど、でもなんか、コンプレックスみたいにもちょっとある。所有这个使用我们产品的这样，其实这张图有点老了。对，这张图有点老基本上全国我们都已经布点了。对，在全国我们都已经布点了，我们甚至新疆、西藏都有相关的这个我们的点。前段时间我还刚去了云南。对，所以我们基本上就这张图已经稍微比较有点了，我们已经基本上全覆盖了。全部卡巴西。全部自办，哎，我听到了。Cover. Slam dunk. Okay. 这些是我们的一些比赛。Partnership with the events. Yeah. 然后是这是我们参与的一些活动。CES, Toy Fair, 次回とか結構出てます。教育装备展。教育装備展。教育機材展示会。メーカーフェアシンガポールでもブースを出してましたよ。我们也去了新加坡。新加坡。リトルビッツよりブースが大きい。比他们家还大。那一届因为是我们是金牌赞助商嘛。我们是金メダルのスポンサーだった。那届的纽约 Make Fair
是我们是金牌赞助商。結構スポンサーのレベルは高いから。すごい。所以展開会比较大一些。だから一人です。いいですね。那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啊、这个非常感谢、哎、这个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听我这一下、啊、这个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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